To prevent spreading of COVID-19, please all passengers wear a mask during the flight. Remove your mask before using the oxygen mask. 店啦，嗨，很赞哎！这个是桃园市给我的，超可爱王子面。体温计，绿茶酱面，哇哦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，太开心了吧！还有苏打饼。因为他的那个沙发太高了，所以我坐在地上。哦，珍珠是超软超好吃哦！韩国珍珠根本就是石头吧？立刻来挑战站着吃豆花。根本是在度假吧，爱玉柠檬，赞！我超爱酸的东西。谢谢。我哥跟我爸刚刚帮我送包裹来，现在再来开中餐，吃超好的披萨，我这怎么吃得完？嗨，各位，我现在要来开箱我爸帮我送来的包裹。好险，我的剪刀还没有还给柜台。超多东西，我以前工作同事送我的华航的口罩，超可爱的，有看到梅花吗？我妈真的超聪明的，她帮我买洗内裤，我就可以不用洗内裤了，赞。这是我哥给我的那个防护衣，长得很可爱，黄色的。这是我的一些什么信用卡之类的东西，还有我的手机。天哪，我哥真的是，他都已经开封了，他还帮我再包起来。13 Pro， 金色的。我之前的手机是8，配备一样就是助手充电线而已。繁体中文，国家台湾，快速开始。其实8还是很好用，不过8就是我打算要给我妈。要20到25分钟，继续，就让它慢慢转呗。那我要来贴膜，这也是就是买这个牌子的膜，就刚好我那时候也有买壳啦，想说就顺便吧。
我是买就是抗蓝光的。好，贴完咯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我的正式隔离第一天。首先早上的时候就因为我的电脑一直连不上电视，所以这边的经理就真的超级热情的帮助我搞了一个早上，终于成功了。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我就落接的一通电话，12点多的时候饭店的电话就响，接起来就发现是那个来告知我手机要打开啊，要定位啊，然后问我身体状况好不好这样。天哪！啊，刚刚真的震一下就吓死我了。顺便来看一下，咦，学生带给我的蚵仔煎，我超爱蚵仔煎的，蚵仔煎最好吃。统一布丁，韩国没有什么布丁，我真的超想念布丁的，谢谢。买一下奶茶，小泡芙。嗨，各位，今天是我隔离的第3天，然后刚刚中午来了我。最心心念念的餐点，当当！大家快看是什么？最喜欢的就是火锅。本人到这种技术，好险没有忘记。还有蒜蓉豆瓣酱，豆瓣酱。可恶，刚刚麦克风插反了。我要把豆瓣酱倒在这上面好了。太完美了。잘먹겠습니다。是啊，我前几天都是便当啊，或是披萨、啊，没有汤。我真的超爱汤的，我超爱台湾的汤。我刚刚在感受就是台湾猪肉的味道。没有腥味，但说真的跟韩国比起来的话，韩国是它应该是有做过处理，所以是真心完全没有味道，但是台湾的话会有一点点的，就很正常，一点点的猪肉味，一点点而已。我想来擦指甲油，这是我在免税店上面买的，那这个是我前几天擦第一层的样子。我想要把 LINE 里面的，我现在的 LINE 是绑定韩国手机，但有鉴于我现在在台湾，我想要去下载一些白烂帽贴图，所以我要先把 LINE 的电话号码改成台湾的手机。我现在要来插卡，哇，这真的超难拔的，暴力的方式把它拔它 OK。我短暂赶快换一下 SIM 卡，中央防疫局应该是不会吓到打给我吧？立马，好，我立马就要打给我。哪里嘞？等一下，等，我好紧张啊！好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我的晚餐来啦。一个日式麦茶，通咖斯。
生这样的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。嗨，早安，今天是12月8号，星期三。是我隔离的第四天哦，今天终于出大太阳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决定来洗衣服。等一下，洗碗巾。浸泡一下，我要出去外面晾衣服，出阳台前是要戴口罩的。整理一下用过的浴巾，在韩国每天都会换浴巾，所以在这里也打算这样。饭店人员有给我们这种塑胶袋，可以把用过的浴巾包起来，然后放在门口。他们晚点会来收垃圾，所以我要把垃圾拿去外面放。我这次好像忘记带一般的护唇膏了，所以就一直只能使用。我刚刚有煮一壶热水，我现在又要来准备上课了。果然出太阳真的是超赞的，我觉得台湾很容易阴雨绵绵的一种很哈利波特的灰暗感，台湾就是要出太阳才能够展现台湾人的热情嘛。我要来加一个维他命 C 的气泡垫。防疫旅馆很准时哦，超早就行。本来就是他们都是8点送早餐来，可是最后一个敲门声，我就会吓醒，也不是吓醒，我应该在那之前就会醒来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敲门声，我就会觉得很害怕。我今天才发现，就是他可能发现我都会起来，所以他就会送早餐来之后就会敲门。可是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好久没有吃香肠哦。嗯，香肠。鸡排。现在是早上，我就在录晾衣服的场面，我就把相机放在一个角角边边角角，就没想到突然来一阵怪风，超大，我现在就掉在地上，然后现在荧幕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性的，就是盖得起来，但是会有点卡卡的，所以觉得需要来一杯珍珠奶茶。结果没想到饭店给了下午茶，我点珍珠丹，我说来喝看看他们的仙草。这个西瓜，最近可能太早起太晚睡，其实没有晚睡啊，就12点，然后今天有点累，是下午的5点，
等一下他们就送晚餐来了，我要赶快趁机睡觉。今天的晚餐还有秋葵，我超爱秋葵的。还不觉得感谢，所以决定我要反击。运动时间来啦！对，就看我这耳朵啪的喊着。结束了。我现在要来剪一下Rango的故事的影片。大家晚安。